为他在 PK 呢。两位选手有些时候像孩子一样会互相 PK， 看你的武功。武功的潜台词是这个动作你恐怕做不了，朝天灯漂亮。好，为了还在调整，我们可以发现上空有一点风，他正在准备新动作，让武夫来填补这个空白。御风战神一级一类动作，这个动作非常少见，朋友们应该猜到了吧，看看达维拉用什么动作来应付他。你现在吃醋吗？今天晚上达维拉担当绿叶啊。悟空，宰相托马斯的即兴双腿倒八非常漂亮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悟空加加油了，他正在加速，朋友们。平板达维拉也非常棒，我有预感大动作要到了，各位盯好他们。空中三百六，一级的 A 类一级动作，朋友们这次欢呼声大一点，他还要飞。悟空，达维拉，我放弃了御风战神，非常聪明和成熟的车手表现，朋友们应该还是 A 级一类动作，看悟空，看悟空，看悟空，第二个空中三百六，这就是空中滑雪车手特别的节日礼物，两次三百六极其罕见，朋友们热情还在吗？给他们加油。感谢悟空，感谢达维拉带给我们的精彩挑战，与此同时，朋友们